很多次我在想，我说在天上如果看地球、看太空会是什么样子？但是等我真正到了太空，我觉得当时只有两个字来形容，就是震撼。会觉得我们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真的才刚刚开始，这种感觉。我有个想法，我们中国有了第一个男航天员，什么时候会有我们女航天员呢？其实就在那一刻，那个在我心里早已扎根的关于蓝天的梦想也变得更加迫切。